本才讲，原本合谋郭，后来又跑去科，对不对？过去我想各位资深的委员，包括在场的朱主席，还有傅昆萁委员以及韩国瑜委员，过去一路以来也都在推动国会改革，因为它是有序的。所以今天对于任何党团、党派，甚至我们党自己，我们所提出来的国会改革事项，将来未来韩院长及我如果有机会成为立法院的正副院长，我们绝对跟大家来讨论，共同来推动，希望让我们的国会是真正属于全民的国会，是一个人民的国会，是一个能够发挥监督制衡我们行政单位、我们政府的一个国会。再次的谢谢主席以及我们所有党员同志，今天早上谈话会给国民党注入一个新的力量，我们继续努力，加油！谢谢我们的未来的江副院长。接下来我们邀请傅昆萁委员来我们发表谈话。一个在野党是如何的艰困？中立人主席所承担的大任，不止打赢了2022的九合一，也在2024让国民党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。三党不过半的今天，正是台湾能够正式重大转变关键的时刻，尤其在国会的改革，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。国家的腐败就是因为国会功能不彰，而在今时今日三党不过半，我们全力的推动国会的先进改革法案，能够像真正的民主国家，像美国一样，国会议员有听证权，有调查权，有国会不得藐视权。不是，这叫我是什么毛病啊？你看吧，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啊！不要再骂他了，宇轩，不要骂他了，不要再酸雨酸雨了，很好。哎，你看，继续唱和民众党的主意，你代表国民党吗？你啊，老兄，这是拉扯嘛！来，等一下我给你看柯文哲怎么讲的，你然后你再来跟我讲说不要酸言酸语，他还在国，还在民众党，他还在国昌教，以国会正言不得说谎权。那113席立委，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人民的靠山，让所有的部会无所遁形，无所腐败。你敢想小草？我想这正是回应了800多万选民的希望在野，而不希望民进党执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。我们把它集结在一起，让新国会、前进的国会、能够改革的国会，能够回应全国国人的民意。此时此刻，国民党绝对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团结。我想今天国瑜院长是大家一致公认最有战斗力、最有行动力的一位。这真的很厉害，跟柯文哲一样啊，自己当诈骗集团说别人诈骗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不会再被国民党骗的第二次，你知道吗？骗一次就够了哦。然后自己金光党党主、金光教教主。哎，傅昆萁说我们绝对国会要团结啊，团结啊，就你搞分裂啦！院长，我们全力的支持，而江启臣同志更是啊有远大的眼光以及啊非常好的前程。表态的时间稍晚一点，不是啊？为什么我不能骂他？我国民党的。我们也不要让人才埋没，好，让他有机会能够再展现国内外。你是反串是不是啊？他到现在都还在讲说要跟民众党要四大诉求，哎，国民党也要接四大诉求吗？高度在这里，个人啊，荣辱并不重要，要怎么样回应全国国人，让国会能够进步的价值，让国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央政府执政制衡的主要的力量，让全国能够好好的均衡的发展，也让东西，我不是骂人小声，我是把它拉下面一点，都能够得到国会的支持，好不好？我想此时此刻，国民党只有团结，才能够造福每一个县市的地方的百姓。这是今天我选择支持
韩国瑜先生参选院长，江启臣先生参选副院长，而且都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当选。我想在朱立伦主席带领之下，国民党不只会团结，而且在2月1号的投票当天，我们再次的呼吁，连地方制度法都修正了，地方的明代选举正副议长甚至乡镇民代表会主席都是用记名投票，但是在国会还不能啊见阳光，我们一定要推阳光法案，让国会的正副院长选举必须要记名投票，我们不再有所谓密室协商的角落，我们能够让国会重见光明，不符合才符合所有人民的期待。好，谢谢，下课喽。好啊，你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为什么我要这么生气啊？看一下这家伙啦，看一下我们的八加九，我们的八家将领袖八加九。立院龙头挺谁？柯文哲。哦，没有，跟你讲是这样啊。目前呢，这个傅昆萁，你知道吗？回应我们国会改革的诉求啦。哦，所以我想是这样啊。哦，目前看起来好像只有他回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国民党、民进党都还没回应我们公开诉求，所以哦，是希望是这样子啊。哦，那个参选院长的喽。先表态支持我们的国会改革法案，我想再决定说民众党要支持哪一边呢？王八蛋，是不是？马上我就跟你讲了吧。宇轩脸书怎么写的？1月18号怎么讲的？我1月18号怎么讲的？如果傅昆萁跑出来，柯文哲只要讲一句，我觉得傅昆萁可以考虑，完蛋，国民党内部就要分裂了。然后果然真的分裂了，然后分裂之后，你看看，已经说要支持国民，要支持韩国瑜了，就傅昆萁还在讲这四大诉求，柯文哲就可以讲一句话，都跟你讲了，国民党现在是推韩国瑜，对不对？那傅昆萁不是说也支持我们四大诉求吗？所以我想是这样啦，如果说我推这个傅昆萁当副院长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支持一下啦，但这个韩江配可能就没办法，你不是给人家见缝插针吗？那我跟你讲啦，你柯文哲，你玩完了啦，没你的屌了啦，还要再想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